家好，我是夏佳璐。可能大家会觉得很好奇，我现在人在哪里？我来到了印尼。不只是我来，我们整个真情部落格的工作团队都离开了台北的摄影棚，在印尼这边，我们听到了、看到了一些跟台北或许有一点点不一样的生命见证故事，可是都一样非常感人。所以，请大家一定要记得锁定真情部落格的印尼特辑。